说到 Nintendo Switch 上的必玩游戏，不得不提《塞尔达传说：旷野之息》。玩家能操作着林克在广大的海拉鲁大陆上四处探索，还可以享受美丽的风景，并随着自己的步调来随意进行游戏。而 Nintendo Switch 上还有各类《塞尔达传说》游戏，本期神奇玩家要来介绍给各位喽。首先是《塞尔达传说之梦岛》，这是重制自 Game Boy 的经典作品。本作在保留了传统俯视视角，同时将视觉风格从过往的点阵图更改为可爱的 3D 粘土风格。如果探索解谜时卡关了，记得去打电话取得提示哦。第二款则是《塞尔达无双》，既然是无双，玩家当然能享受杀敌快感，还可以切换操作各种角色来使用不同武器，使出各有特色的华丽攻击，打起来相当过瘾呢。最后则是凯登斯勇闯海拉鲁，这是款节奏动作冒险游戏，玩家要操作着林克或萨尔达公主，跟着经典配乐蹦蹦跳跳，解决海拉鲁大陆新一轮的危机。如果你喜欢玩音乐游戏，千万不能错过哦。强档电玩就在神脑。